苦刺梅的扦插方法，做好了这几点，插一颗活一颗，生根发芽更快。苦刺梅呢又叫做铁海棠，它呢开花能力是非常强的。我们都知道这个苦刺梅如果不修剪的话就会越长越高，所以呢我们要定期的去给它修剪枝条，但是这个修剪下来的这个枝条我们也不要把它丢掉，我们用来扦插。我们呢今天就说一说如何来扦插苦刺梅的枝条。首先把这个枝条截取下来，截取下这个枝条之后啊，我们找来一个维生素片儿，维生素泡腾片儿放入水中，维生素泡腾片儿可以顶替生根水来使用。把这个苦刺梅枝条呢去给它泡在这个泡腾片里，浸泡5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。浸泡好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苦刺梅枝条拿出来，注意一下这个枝叶不要碰到这个皮肤，因为这个苦刺梅枝叶呢是有毒性的。拿出来之后把它插入到疏松透气的土壤中，配土呢一定要选择透气性好的。插好之后呢，我们把剩下的泡腾片水呢给它浇透，然后把它放到一个散光通风的地方，等到盆土干下去一两公分，及时的去给它浇透水就可以。这样呢半个月的时间底部就能够长出根系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？用这个方法呀能让它快速的生根，这就是扦插苦刺梅的方法了。喜欢的花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